如何用发蜡造型头发？用发蜡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造型你的发型。时尚潮流的你还犹豫什么呢？快来学一学吧！你将需要发蜡、毛巾、吹风机。第一步，洗头并用毛巾擦干头发。在造型头发之前，先把头发洗干净，然后用毛巾擦干头发。小提示，你需要先穿戴完毕再造型头发。第二步，用吹风机吹干头发，将头发吹干吹蓬松，这样有利于头发的塑形。第三步，在手中搓揉发蜡，将少量发蜡抠出，在双手中揉搓发蜡至一定热度，并揉搓均匀。小提示，过量使用发蜡容易让整体造型显得笨重呆板，均匀揉搓开来，少量多次使用，头发才会自然有型。第四步，发蜡掠过头发，从向前向后两个方向分别将发蜡轻轻掠过头顶部的头发。第五步，造型，将发尾向上抓，抓出动感，最后将剩余在指尖的发蜡将发尾轻轻扭转，抓出发束感。小提示，如果外面风很大，可以使用定型水定型再外出。你知道吗？发蜡能防止头发因脂肪分泌不足而焦断。